几段就好了，开个场牌。讲这个啊？开场牌就好了。然后记得哦，可以拿稿子看，对着、对着。真的吗？可以这样拿着看啊？哎，可以拿稿子。可是我要怎么讲呢？我又还没有那个，你要教我啊。哎，你就对着镜头念稿子，然后念一段，然后看镜头，你偷瞄一下看镜头。你不能一直都看着稿子啊，那镜头对你就没意思了。哦。偷瞄，然后对着镜头讲话，养成这样子就很棒了，就已经很厉害了。要学习哦。对。然后等到时候到里面用大荧幕放给你看啊，拍起来是这样子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这我的。